我们都是来买东西的，是把台湾这家店放到晚上。出去了，骂人，就是他。重点是我记得的买，我真的没有多收你钱。你是跟你们老板讲话，这样子当成对你气了。当然不对，那为什么一开始要跟我这样吵？谁在跟你们吵？没有跟你们吵啊！你们老板出来了，但是你们老板我已经好声好气在讲话了。好。我就可以录。方一凡，你录了我们，你就别拿手挡着你的脸，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叶老板又骂人，大道理也是你，然后你又大声，这李四还推人，你姓什么？你能过来吗？敢说吗？敢说吗？姓什么？你姓什么？钱倒是不多，真的是太欺负人了。你的监控器为什么对在里面？我想问一下。这是你的监控器吗？一开始就一直跟我们说要监控，为什么？你告诉警察吗？你们自己的人说的啊！让你叫老板来调监控，他自己跟我说要监控，叫老板来调监控，调的